天王爷，敬德冤枉您了。当年我说，您不管百姓死活，可敬德我这年年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说为了天下苍生，江山社稷，那都是他们欺骗黎民百姓的鬼话。 我敬德为他们卖了这么多年的命，却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。天王爷，这把铁鞭今天就物归原主了。 亲率大军再次杀到，唐军大败，退至白梁关内。唐军败兵，狼狈的逃回城内。叫尉迟恭出来见我。正，证明小将是谁？禀千岁。 他叫阿史那保利，是竭力可汗收养的一名汉人孤儿。千岁，白梁关被困多日，
现在秦叔宝远征高丽，侯军极远在西南，如果尉迟将军还不来的话，形势可真的不妙啊。朝廷不是已经下旨了吗？已经下了好几道圣旨了，可是是朝廷对不住敬德将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连年征战，真羡慕敬德能在这种清静之所养老。可惜啊，咱们又要把他带走了。我看未必。万岁爷三道圣旨，他连窝都没动。我看他还是为了当年那事儿耿耿于怀。哎，千岁，就是前面那个小屋，进，进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哥，御史老爷还住这儿吗？两位大爷找我师傅，我师傅在后院呢，跟我来吧。请。老黑，哎，我师傅在后院呢。啊，后院。老黑，我呀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，哎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，刺客，你笑什么呀？有刺客啊！小开。小哥，敬德，师傅，敬德，师傅，回来，师傅，怎么了？抓人了！我师傅这儿有点不对劲儿了，抓到他，整天念叨什么罢什么官，得罪什么王，后来有一天突然大笑了半个时辰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抓人了！敬德，你怎么了？敬德，你看看我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还认得我吗？啊，你认识他吗？他不认识你们，他不认识你们啊！敬德，别怕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你骗来。别介，运去时衰，如今你也派不上用场了。哎，小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师父现在已经疯了，他肯定骑不了这马了。这么一匹宝马良驹留给一个疯子，岂不是白瞎了吗？这样，你让我老程牵走吧。哎，你不能把他牵走，那是我师父的。什么他？老程，千岁，小哥。好好照顾你的师父，回头我再派人送银子来。走吧。这，没想到一代名将，竟落得如此境地。传将出去，怎能不让将士们寒心？千岁，你等我一下啊！老黑啊，老哥还真舍不得你啊！咱们俩这么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啊？哎。哎，这不，我给你弄了壶好酒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放这。来，哥哥给你倒上。
上玩了。哎，喝酒。老黑，你的方便好的可真快呀、啊！我看你疯了还是忘不了玉梅。哎，我说老黑，你不愿福宝大堂也就算了，拿老朋友当傻子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说话呀，敬德。千岁。千岁恕罪，千岁，起来吧。谢千岁。看到你没事，小王我就放心了。我是老黑呀，现在突厥进犯，黎民涂炭，你怎么还在这里装疯卖傻？怎么可以不出山呢？天王爷不要怨敬德言而无信，如今边关危急，黎民涂炭，这条铁鞭请天王爷再借敬德一用。骁勇异常，最近连伤我数员大将。尉迟将军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对面骑黑马的唐将，就是兵震天下的尉迟恭。铃铛是谁给你的？把铃铛还给我！你姓字名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Yeah.
在那儿呢！别忙，别打扰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看你往哪儿跑！你快快长大啊！长大了呀，你爹教你武功。要救程咬金，明日卫士单人独骑，关南柳林相见。住！景德，小心林中有埋伏，我们跟你一起进去。千岁放心，末将一人即可将老程救出。天下的尉迟大将军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！老程在哪儿？你来晚了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你这个畜生！想不到尉迟大将军也有放不下的人。你不便骑马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娘是不是叫苏一梅？住口！你还有脸提我娘？你知不知道我娘为你受了多少苦？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我和娘等了你二十年，整整二十年。你在外面关高绝险，哪管我们死活？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